大家好，我是汤尼大叔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听到日本山水这个音响品牌啊，我想很多老玩家应该都不陌生吧。大叔年轻的时候啊，用了整个暑假打工的薪资买了一套山水的音响。我还记得啊，那时候按下 play 键，听到的第一首曲子就是 Christy Burb 在1990年发行的杜柏林现场演唱版的 Borden Line。当时万人合唱的感动透过山水音响播放出来，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经典。为什么提到这件往事呢？因为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山水的生之魂气动 HiFi 蓝牙音响。我要说啊，多年过后，山水的音响仍然没有让人失望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观设计哈，这个外观的皮革包覆搭配正面的黑色铁网以及复古的旋钮，整体看起来非常有质感。底部的氛围灯条又在古典中带进了俏皮的元素，音箱两侧则是可以拆卸的皮革手提的扣环，让你在需要移动的时候可以轻松提着走。带着它看起来是不是很有质感呢？外观尺寸是320毫米×125毫米×135毫米，塞进了两颗中低音的单体以及两颗高音单体，总共有40瓦的功率输出，而且具备 TWS 左右声道串联的功能哈。使用两台音响就可以营造出80瓦的双声道环绕剧院。音响后方的 AUX 输入端口可以用来输出电视、投影设备、游戏机、电脑等等设备的音频。USB 端口则是可以透过随身碟等等储存装置来播放音乐。当然，除了这些有线设备连接之外，你也可以透过蓝牙 5.0 来播放手机里的音乐。接下来就是 AC 充电孔以及连接耳机的音频输出端口。除了有让人很惊艳的外观，它还有很多很棒的功能及设计，我们接着聊。首先呢，是这个室内模式以及户外模式的一键切换，很方便。在室内模式时，这个 EQ 调教会将人声变得浑厚，而且整个音场变得更环绕立体。我们切换到户外模式后，很明显的人声变得更靠前清晰，这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环境音的干扰，让你更像是在聆听一场户外音乐会。我们来实际听一下它的差别啊。就是这些好看的复古 EQ 调节旋钮哈，除了低音高音外，还可以调整中音的强弱，这让整个 EQ 调整变得更丰富。我稍早也有提到啊，整个山水气动 HiFi 蓝牙音响包含了两颗中低音单体以及两颗高音单体。中低音单体是使用高磁力双动铁单元，能够精准的反射低沉的低音哈。高音单体则是使用顶级的乳铁棚球顶丝膜，可以让高音延伸的更细腻、更清脆通透啊。而且啊，透过内建的主动式低类扩大器以及 DSP 声学工艺技术模拟环绕音效，低频可以达到50赫兹哈，有高达101dB 的音压输出，让小小的音箱可以创造出饱满的音色，这也让 EQ 调整变得更有弹性哈。你要增加中低音来场 Bossa Nova， 还是想增强高音来场 BB King 的 Worry Worry Life，都很有 feel 哈。后方的这个黑色孔洞则是山水独家的 Soul Air 气动导音技术的导音风管哈，透过这个音箱内的空气快速流动，导音风管的震动在共振频率上会产生逆共振啊，让低频的声音更饱满扎实。我们在摄影棚的现场啊，有一些重低音节奏的音乐，还有高音转换音乐的实测收音，让我们大家体验一下吧。Pretender, I'm the best.
好，透过我们的实测哈，相信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音效品质应该是蛮惊艳的哈。首先是它的重低音可以下沉的非常深，声音也非常的扎实，而且强悍有力，这个是一般蓝牙喇叭比较少见的哈。高音的部分你可以听到人声从中音转换到高音的时候是非常顺滑的，而且整首歌曲的低音的鼓声啊，中音的提琴声啊，高音的拔声啊，以及其他的乐器声都可以表现得非常清晰啊。这样丰富的泛音效果让你在家里听着音乐，喝着咖啡，看着书的时候仿佛亲临现场的演唱会啊。接下来我们会来做环绕效果的收音测试。首先我们先使用一台音响播放音乐，接着再透过 TWS 功能啊，串接左右声道，让大家聆听一下这个对比的效果啊。透过我们在非常磅礴的音乐配乐的测试之下，应该也可以很明显的听出来有强烈的对比吧。透过单颗音响播放出来的声音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音乐是从前方的音响发出来的，而我们串联左右声道后聆听的体验就会非常有感的大幅提升。好，因为这个影片时间的关系，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环绕音效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底下的这个资讯栏，我们会提供知名的电影配乐公司 Two Step From Hell的这个 Victory 啊，还有大家同样也耳熟能详的卡农交响乐的演奏版本，这个实际收音的测试可以让大家聆听到更完整的歌曲声效。欣赏这样的磅礴音乐啊，大叔建议你可以选购这个音箱立架，把这个发声点拉高，这样的话这个用过 TWS 串联这个左右声道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啊。节目的最后啊，大叔做个总结，山水气动 HiFi 蓝牙音响啊，在定位上啊，它不是一台迷你的这个便携式的蓝牙喇叭，以它的体积而言呢，虽然不适合你直接放入包包啊，但是透过它的皮革手提还有募资期间回馈赠送的这个收纳袋，你还是可以很方便的带它出门啊。如果你要在户外露营野餐，还是举办一些小型的聚会活动，它独家设计的户外模式，再加上13小时的续航力，绝对可以让你完美的达成任务哈。回到家里，它的质感又可以很容易的融入家居设计，变成你听音乐、玩游戏、追剧、看电影的好伙伴。一内一外，就是我使用这台蓝牙音响的心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。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讨论。如果你看到这里了，也请别忘记按个赞再走。我是唐尼大叔，我们下次见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就能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新片。